很多人呢问我说，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到底是不是故弄玄虚呢？其实它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很多人呢只要给我他的属相，我就能够精准的推算出他是哪一年出生的，只要告诉我他的出生时辰，我就能准确的算出他是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排哪一行。那这怎么样推算的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呢看左手排的就是天干，所谓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。那右手呢排的就是地支，所谓地支呢也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天干和地支配合呢就成了五行，所谓五行呢是相生相克的，也就是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那相克呢就是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看到没有？所以天干和地支配合就像甲子乙丑海中金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金命。其实呢这掐指一算是大有道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。